他被尊为武当第二宫，他有着神秘的身世和传奇的过往。威仪无比的殿宇，妙不胜收的灵境，他屡遭变迁，岿然存在。时光穿越六百年沧桑，而他的惊天壮举要从今天讲起。湖北武当山下，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最大的单体文物保护工程正在进行。南水北调工程，当今全球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按照设计，它将由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分别从长江流域的下游、中游、上游向北方地区调水。一旦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水源地丹江口水库开始蓄水，周围300平方公里的区域都会被淹没。修建于明朝的玉真宫就在淹没范围内。为了拯救玉真宫，人们决心将建筑从地面升起。电脑和平衡传感器联合控制着12台千斤顶。1100吨重的西宫门被渐渐顶起。按照工程设计，同样重量的东宫门将在1周后开始顶升，随后升起的还有重达4600吨的山门。整座建筑最终要抬升15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安全。而此前，古代建筑整体抬升的世界纪录是3米。玉真宫顶升工程开创的高度是前人的5倍。这项工程将创造我国乃至世界古建筑整体顶升数项之最。顶升高度最高，一次顶升建筑物数量最多，顶升建筑年代最久远。这是一项耗资达2亿元的工程，仅仅工程的前期准备就已经耗时7个月。开工的2012年，距离玉真宫开始建造整整600年。1412年，郑和又接到朝廷诏命，开始组织规模更大的第4次远洋。那一年，也就是明朝永乐10年，武当山开始打破沉寂，斧劈刀锯之声响彻山谷，30万名工匠住进武当山，大兴土木，开始建造皇帝梦想中无比辉煌的宫殿群。开工13年之后，包含玉真宫在内的武当山道教建筑群终于建成。9宫、8观、12亭、36庵堂、39桥梁、72岩庙等33处建筑绵延70公里，即殿堂庙宇20000多间，400多处，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
超过今天的故宫。这些建筑历经600年沧桑，一部分存留至今，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在这庞大的国家工程背后，有一段玄奇的故事。玉真宫最早叫慧仙馆，传说是道教三峰派创始人张三丰修炼之地。玉真宫的来历呢，应该说与张三丰呢是有很大的关系。这洪武年间，张三丰都已经很出名了，那么他就是一个，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道行的之人。那么当时，洪武皇帝啊，就是朱元璋，也求见过他，但是没有见到其人。等到这个云乐皇帝继位以后，那么他就也下诏要寻访张三丰。为了表达自己求见张三丰的诚意，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远在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建玉真宫。整个工程持续了5年，永乐15年竣工。永乐皇帝这个下圣旨，要修建9宫8馆，也是他亲自主持。这些图纸他都看到，他表现了与永乐皇帝有同样的性格，就是粗犷豪放的这种性格。他就是看到这个明代的这些建筑，就是墙体浑厚，啊，这个高大的重台，另外呢，这个所有的这个须弥座全部是石雕，看得让人震撼。在民国时期出版的《续修大岳太和山志》中，有一张玉真宫图，人们还能通过它看到当时玉真宫的大致格局。整个玉真宫建筑群沿中轴线对称布局，从南至北依次为宫门、前院、龙虎殿、主院、玉真宫大殿等。前院有东西宫门，可通东西道院。主院内东西两侧为配殿和廊庑，四周宫墙环绕。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今天只有位于中轴线上的一组建筑保留了下来。2005年9月，在汉江与丹江汇合口下游800米外，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开工。按计划，这座大坝必须由原先的162米坝顶高度增高至176.6米，才能保证蓄水量足以支撑调水需求。大坝加高后，丹江口水库的水域面积会超过1000平方公里，蓄水量从174亿立方米增加到290亿立方米，蓄水水位也会从157米上涨到170米。从理论上说，丹江口水库周边方圆3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将被永久淹没。而地处这一区域的玉真宫，地面高度只有160米，将有10米处在水位线下。历经600年的玉真宫该何去何从？摆在古建筑保护专家面前的有3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最简单，拆迁重建。但这个方案一提出就遭到多数人否决，因为异地搬迁不但会使玉真宫失去所依存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也破坏古建筑真实的原貌。
从1950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工程，治理淮河，加固黄河、长江堤防，修建京江分洪设施。这是上世纪50年代留下的影像。武当山下的丹江口大坝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那时人们遇到了一个与今天同样的难题，坐落在武当山下古均州城内的敬乐宫被誉为武当山九宫之首。丹江口大坝的建成将会导致敬乐宫被完全淹没在水库之中。许多人为保护敬乐宫做出了努力，最重要的建筑和文物都被搬迁至丹江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拆迁重建的保护方案是人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而这也并不容易。这是当年文物搬迁时拍下的历史照片，古城高大的城门清晰可见，一尊巨大的石壁戏正在出城。每座石壁戏重76吨，即使在今天，移动如此巨大的文物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48年后，2006年3月，敬乐宫在距离原址100多公里外的丹江口完成了复建，巨大的石牌坊又立在山门之前，东西两座碑亭也恢复了往日的恢宏。但令人遗憾的是，整个敬乐宫虽成功复建，却还是失去了许多原有的历史韵味。在技术条件更加完善的今天，玉真宫怎可再蹈敬乐宫的覆辙？完全将古建筑拆除异地重建，这一方案很快被专家们否定了。文物部门提出了第二种方案，筑堤围堰。做法是在玉真宫前修筑一道长堤，与水库隔开，这样既能避免宫殿被水淹没，又能保持古建筑的原貌。但专家调研后却发现，该方案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弊端：当蓄水到达玉真宫脚下，四周的堤堰就时刻处在决口的危险中；而一旦雨季到来，堤堰内的大量积水难以排出，也会造成严重的水患。在第二种方案遭到否决后，专家们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原地顶升，将玉真宫的三座宫门原地抬升15米，其余建筑则予以拆卸，待填高土方后再按原样复建。此前为古代建筑整体抬升的世界纪录是3米，玉真宫顶升工程开创的高度是前人的5倍。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顶升面积缩小到原来的近1/30，而顶升15米的高度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各种困难接踵而来。那时候上号，那往后往下放，往下放，下放，哎，还得往下，就刚才咱量的位置，对，多少？咱量手机。2011年的最后一天，来自北京的工程师曹海丽在工地现场指挥工人们测量拆除玉真宫西配殿殿顶的瓦块。
不同于普通建筑的拆解，它是玉真宫文物保护工程中的一项重任。好了，把那几块地砖弄来。和这座建筑一样，这些瓦块都拥有上百年的历史，曾经为这座大殿抵挡了无数的风雨。曹海丽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专业从事古建筑修复几十年的时间，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饱含着丰富历史信息的建筑构件被完整有序地拆下，以备日后能让这座建筑重新恢复。我是10月14号，就是接到公司通知，我那会儿那前一个项目颐和园嘛，颐和园不是刚正好那个验收刚完成，公司打一电话要回公司报道，我第二天飞到这个地方，就接受这个任务。为了让复原更加真实完整，人们甚至要保留岁月给建筑留下的痕迹。这一块方砖经过常年风化和踩踏，已经碎为数片。为了保留它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施工人员必须让它在复原时依旧保持原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太大了。经过反复试验，人们找到了一种石膏翻模的办法。主要是碎的太多了嘛。完了，用石膏呢，先给它这面整个给它固定住，保持这原来的形状。先弄点那泥浆，弄一跟石膏弄一隔离层。碎的它起来，它是一体起走。最后铺的时候还是就这块砖铺，这位按照这个位置铺回来，把石膏打掉，裂纹还是这么裂纹。最后那个铺完了以后，一清洗的时候，一清洗就下来了，就是不会说石膏完全粘这个砖面，把砖面破坏了。一小块方砖的拆除都如此煞费苦心，而在整个建筑群中需要拆除的建筑部件有上百万件。玉真宫大殿的主梁重量超过200公斤，为了避免起重设备对文物表面的彩绘造成损害，必须由人工完成拆除。大梁成功拆下，工程人员立刻对它进行测量并制作标记。每一块砖石、每一段榫卯、木梁都被赋予了独一无二、精确无误的标记。在拆除的同时，一份最详尽的图纸已被绘制出来，这将为3年后玉真宫原样准确重建打下了坚实基础。每块的石材都要那个再做出平面立面，在平面立面那个编好号。为保证文物不受损害，古建筑拆除的操作过程一律不准使用大型的金属工具，砖瓦、墙体，甚至连重铸严重的柱子都要人工拆除。编号后仔细包装，再装车运走。2012年7月，
玉真宫古建筑群的拆除工作已经结束，建筑群原本的所在地已经只剩下了最重要的三座宫门。大型的工程车运来泥土倾倒在地面上，将地基填高15米，为未来的复建打好基础。由于周围的地面不断升高，保持原地的三座宫门看上去反而像是陷在地下。此时宫门顶升工程的准备工作正按部就班地推进着。为了提高抬升的稳固性，让古建筑不至于在抬升过程受损，工程人员首先用钢结构对建筑物进行加固，这相当于把它们套进了一个结实的钢铁笼子里。即使人们为这些古建筑穿上了钢铁外衣，要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从地面抬升整整15米，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难题。如何将数以千吨的巨大宫门抬起？咱们进入施工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就是开挖，做箱梁，不是做这个反立桩，就是咱们伸脚桩，然后再就做托换，底盘托换。下一步就是拖完之后，把整个混凝土底盘浇筑完之后，布置千斤顶往上顶升。按照设计，工程人员必须先把宫门外侧的泥土层掏净，然后浇筑一个厚1.2米的钢筋水泥箱梁，用千斤顶从侧面顶入宫门地下的泥土层中。这个箱梁就如同一个托盘，被放置在宫门下。然后再在它下方安置千斤顶，将这个巨大的托盘连同它上面的宫门一起顶升。往东西两座宫门下打入箱梁的过程十分顺利，但当人们往山门地基下打入钢制箱梁时，却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难。因为这是皇家建筑啊，它的地基土啊是经过处理的，不是想象的那土质那么均匀。过程中啊，发现有沙层，有岩石层，还有一些过，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古代建这个山门的时候，他做的一些地基处理，就是所谓的古代的三合土，强度很高，类似于砂浆的垫层，当时很硬，它这个韧性也非常好，就得人工一点点拿，人工钻进一点一点的凿，每次站一下就是像掉一块这个像鸡蛋大的那么一点。古人使用的这种特殊材料保证了古建筑的牢固，却成为了现代施工队的障碍。这种灰白色的土块坚韧度极好，现代化的设备对它几乎无计可施，只能采用半人工的作业方式。当时正值盛夏时节，地面气温高达57摄氏度，施工异常艰苦。钢板打进去以后要掏土，这个时候正值高温，那么都是57度，没办法，人们进去啊就是闭气，用两人轮流换班进去，最长的这个5分钟，最短的3分钟一换，另外呢，这个下面呢还有积水，水很深，就是不断的在朝外冲，腿上啊都是在水里泡的，当时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水肿都全部所有的这个工人全部水肿。经过几个月艰苦奋战，终于将三座宫门的底部打通。此时支撑整个宫门重量的是水泥托盘和它下方的几十座千斤顶。
他们将同时发力，让宫门平稳升高。2012年8月1日，工地围满人群，玉真宫西宫门顶升工程准备就绪。边智慧是玉真宫顶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承接了这项极富挑战的文物工程。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武当山与石家庄总部之间奔走。顶升即将开始，每一台千斤顶都有80到90吨的推力，他们都蓄势待发，只等一声令下。还得上火。准备好了没？都好了 ，OK， 都好了，都好了 ，OK。我开始回收了啊！好。真宫顶升工程绝非一蹴而就，三座宫门将轮流顶升。每当一座宫门顶升高度达到1.5米，工程人员就会用预先准备的2个750厘米高的钢制垫墩将千斤顶换下。而每次替换千斤顶的过程，也是整个工程中最危险的阶段。就位对准，行行好，都放一个。再放两片啊。它顶一步是放一个250的垫墩，顶两步放个宽成500的，顶三步放个750的，这还不足不够最危险，就是当再顶的时候，我会在750的上面再放一个250的，再放一个500的，回头再放一个750的，等于这会儿是应该是最危险的，就是说上面是一个700高的一个千斤顶，底下是2个750的这个垫墩。等于说我这咱们说上面的建筑物吧，是悬高应该2米多，就是这么大概这么概念呢，摸不到底了，这会儿是最危险的。垫墩与千斤顶替换完成后，工程人员将开始向地基内浇筑混凝土并回填泥土，筑成一层坚实的地基。在浇筑混凝土地基的过程中，新的难题又出现了。普通建筑用混凝土在浇筑时会产生气泡，要使用振动棒进行振动搅拌，使得混凝土结构密实。向宫门下灌注水泥时，混凝土是从连梁的模范中灌入，源源不断地流向另一端。而这种灌注方式显然无法借助振动棒。为了应对这种特殊的混凝土灌注方式，施工方找到了一种免震混凝土的配方。在玉真宫工地的混凝土拌护场，土木工程师将一种碱水剂放入砂石水泥中，又加入了一种藻强剂，促进提前凝结，加快工期。在等待混凝土凝固期间，人们将顶升下一座宫门，再浇筑混凝土地基。如此循环，三座宫门将以每轮1.5米的高度轮流升高，最终都升高15米。
在三座宫门中，体量最为庞大的是玉真宫的山门，它的抬升难度也高于其他两座宫门。整座山门加上底盘重约4600吨，必须动用48台千斤顶。困难不仅来自山门巨大的体量，左右两侧宫墙也必须同时抬升，但它们与宫门的连接处已经出现裂痕，一旦抬升过程中出现误差，很可能造成裂缝增大，甚至墙面垮塌，这让编制会十分紧张。总的顶升力呢，应该到9000多吨。它这个山门，我们估算的是4600吨，顶力是富裕，但就是说你要布置的不均匀的情况下，它会把山门和翼墙之间的那个地方会扯裂或拉裂或顶裂，这是控制难点。这次用那个计算机程序把前进顶均匀的差交叉布置，这样的话就是让它这个根据通过位移控制它，不是通过这个顶升力来控制它。这样的话基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了。到时候山门顶呢，我们可能要前期也和宫门要试，反复试几次，没问题了我们才会往上顶。三座体量庞大的宫门按照计划逐渐从地平面上升起，这些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是否能承受如此复杂的工程？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他们是否能赶在水库蓄水前达到预期的高度呢？进入2012年，距离丹江口水库水位提升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在武当山下，玉真宫的三座宫门依然伫立在原址，它们正被几十台特制的千斤顶稳步向上抬升。而在距离玉真宫工地1公里外的一个山坳中，负责古建拆除和复建的人们也在忙碌着。那么他修到公路了，知道吧？他把这个山挖了，我们现在恢复了六百年前的这个山势的话，他这个地方是留的，但我们现在应该把它恢复起来是应该的。也是修到这个砖地砖的。这里叫做黄家沟，所有拆下的部件都被保存在这里。从被拆除到重新复建之前，他们需要在这片50000平方米的区域中放置整整3年。在这里，每一方砖石、每一块木头都有特定的位置。人们很难想象，玉真宫拆下的建筑构件数量如此庞大，仅条石就有30万块之多。这也带来了浩繁的记录和整理工作。这把我一看，粉色也进上去了，起出来了。需要特别细致，因为将来得原状恢复嘛，每块砖，每块的那个砖瓦还有石条都要原位回归的，所以说每个都要记得特别清楚，有损坏的，有原来就是风化比较厉害的风化都需要用做照片记录。为了保护容易腐朽变形的木质构件，巨大的库房被搭建起来。那些破损严重的部件也会在这里进行修补。现在留的那个留的就是构件，造不入库嘛，主要留它一些那个历史信息。那锁卯，锁卯的做法就是完全就照这个老高件去加工，还是需要这个照老高件去走的，去做的，去制作的，因为它的锁码有些锁码是比较特殊的。
一旦玉真宫三座宫门完成顶升，建筑群所在的土石方也填高到位，曹海利和他的同事就要将这些建筑构件重新运到玉真宫所在地，按照编号原样复建，让玉真宫重获新生。复建的过程会比解体古建筑更加困难。恢复时候比解体难，解体回来到库房编好号到库房踏实了，恢复时候验证你当初解体时候你的尺寸准不准，你记录的精确不精确了，如果又有误差，现在担心如果又有误差，那就是往回恢复的时候就会出问题的，要需要进行翻工。就在技术人员不断完善复建方案，修复建筑构件，为宫门顶升完成后的复建做准备时，在玉真宫的顶升现场意外发生了。2012年8月底的一个午后，边智慧接到来自武当山的电话，顶升中的玉真宫出现明显的倾斜，如不加以控制，有倒塌的危险。这是这个工程里面应该是我们面对的最惊险的，或者面对最大的一个难题。理论上计算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上操作里面跟理论有这么个偏差，这个偏差差点造成这个大的个事故。原来玉真宫在顶升时，工程设计人员忽略了一个微小的技术误差。玉真宫依靠底部安置的数个千斤顶实现上升，当千斤顶完成一次顶升回游的时候，需要加一块钢制垫墩临时支撑。多次高强度加压造成垫墩的弹性失调，当它的变形程度超出一定范围，再加上千斤顶本身的水平误差，顶升的循环次数增加，微小的误差累积下来，就会造成整个水平面向某一方向倾斜，建筑学上称之为水平漂移。这种倾斜发展到最后，建筑物将轰然倒地。当时我们就是其实下午就一直在，我们就在石家庄一直在应对方案，就开始分析在做，只是当时没过来，当时是把这个事情想简单了。紧急会议从午后开到傍晚，接下来必定将是一个不眠之夜。到了晚上6点多的时候，偏了1公分多，没想到当它这个变形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我们几个把方案有议定之后，当天晚上连夜就赶紧赶过来。编制会命令立即停止顶升，随后他带领技术团队连夜从石家庄赶赴武当山。第二天一白天，然后加上半晚上吧，就把这方案调整了一下，把这个千斤底下的垫墩啊、垫块加大之后，它的一个加大之后，它这个承载能力提高，变形量会减小。经过调整，千斤顶的数量增加1倍，东西宫门的千斤顶数从原来的12个增加到24个。山门的千斤顶从原来的48个增加到将近100个。与此同时，将钢制垫墩整体加大，从前300-400平方厘米的接触面增加到600-700。整个顶升系统的承压能力增加了1倍，
而变形的数量相应减少，从而将变形误差控制在安全范围内，规避了水平漂移。把你那个备用千斤顶还用上呗？我相信可能不要了，就看这一次。在经历了一场青岛险情之后，玉真宫终于回到他平稳健康的上升轨道。边智慧和他的技术团队松了一口气。经过五个月交替顶升，2013年1月16日，玉真宫三座宫门顺利达到预定高度，平地升起15米。丹江口水库在年内开始试验性蓄水，逐渐达到170米水位线。寸寸上涨的库水将漫过玉真宫原来的地基。在全部复建完成之后，玉真宫将呈现三面环水的奇观。2013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全线贯通。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伴随这项世纪的工程建设，在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以及南水北调干线流经区域，共计900多处文物古迹得到妥善保护。当清水滚滚北上，玉真宫与那些即将沉没的国家宝藏，与那些漂浮的文明根脉一起，最终化为永恒的守护。